动，你挑看看这一件，现在最流行的。对，你挑看看，你看看。弯形踢裆裆。动，你挑看看这一件，现在最流行的。对，你挑看看，你看看。对，我跟你说，元神启动台语要怎么念？弯形启动，弯形启动，动。这里的猎人，看家的话，那我们出家吹很丢脸。我不丢脸呐，我刚刚好，哎呀。各位村民，大家下午好。目前我们的工作，最后今天的下幕叫做开幕典礼。那开幕典礼，我们很多的来自各地方的长官贵宾。如果我们各里的猎人参加的话，那我们戚家村很丢脸。我不丢脸呐，我刚刚好。一二三十，开动。怎么没有比如的？一二三十。